再来！老板，工地订的材料已经送来了。那快找几个工人来帮忙卸货。哎，这次雇用的外劳看起来都很认真哎。老板，有新北市的外劳咨询人员来拜访哦。你好，我们有接到外劳申诉，说他被扣了一笔费用，不清楚是什么费用，希望你们呢可以还给他。薪资都有全额给付，而且明细都有列举清楚，怎么可能会多扣一笔钱呢？啊，是所得税啦。可是我看不懂中文的薪资明细。不过我们公司的薪资系统无法显示外语文字，可以用中外文对照表发放给外劳，让外劳了解扣款项目。雇主应以全额给付外劳薪资，除法律规定可扣除的健保费、劳保费、所得税、算术费等外，其他费用都不可以从薪资扣除，而且还要提供母语薪资明细表。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，免得因小失大还被罚款。哦，好好好。薪资给付应全额，明细列举用双语，外劳打拼就安心。